早安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上华文课。你们可以打开华文课本二，我们来温习我们之前所学的生字。我们打开第三页，我们一起读：尺、尺、尺、书、书、书。这个是笔、笔、笔。写、写、写。画、画、画。唱、唱、唱。这个是天、天、天。云、云、云。虫、虫、虫。花、花、花。草、草、草。这个是叶、叶、叶。树、树、树。好，下一页是米、米、米。面、面、面。肉、肉、肉。下一面是瓜、瓜、瓜。吃、吃、吃。喝、喝、喝。好，下一个是牛、牛、牛。羊、羊、羊。这个是马、马、马。鱼、鱼、鱼。鸟、鸟、鸟。这个是狗、狗、狗。这个字是猫、猫、猫。好的，同学们，我们读完了生字，我们打开复印纸。我们打开复印纸，打开27页。好，我们来复习读一次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上面的字。哪些是云？把答案涂上颜色。OK， 你们看这里，哪一个是云？这个是云吗？同学们，是的，这个是云。好，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彩色笔，把那个云彩上，涂上颜色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火，它不是云，所以不用涂上颜色。我们看下一个，这个是
云，对了，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，我们把它涂上颜色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对了，这个是木，它不是云，所以不用把它涂上颜色。好，拆好这两个了，我们来看下面的，我们一起读看字圈图。我们来看看字，这个就是字，这个是 日就是太阳，哪一个是日？这个吗？还是这个？是的，是这个。你们可以拿出你们铅笔，把它圈起来。好，圈好之后，我们来读下面的字。日，日，日。我们来数算一下日有几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日有四画。我们来写笔顺，竖、横、折、横、横、竖、横、折、横、横、竖、横、折、横、横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这个是云。云，我们数算云有几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云有四画。好，我们来写云的笔顺，横、横、撇、折、点、横、横、撇、折、点、横、横、撇、折、点。好的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的华文课就上到这里了，你们要复习多一次，也要做功课。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